漂亮，很好。好久不见的花系列女主角王淑娟回来了，吸影13年，总算回到荧光幕前参与演出。这段期间，王淑娟其实都在照顾父母。我是讲你嫁人也好嫁，哦，啊做主妇啊，管钱就好啊，吼。啊，但佮出去拍戏，安怎家庭佮欠用现金？哎呀，都无钱啊！一直到去年，我母亲也离世了，我父母都把她送走了以后，我觉得我可以再出来了。是我跟小敏的病拖累了她。蔡秀宁，你到底要不要救你女儿啊？就会吵，就会闹。让人无法忘怀的华系列，王淑娟复出之后决定告别过去苦情的角色，尺度大开，扮演电子花车女郎一角。不仅如此，更是全程挑战讲台语，很大的挑战，压力很大。罗邦西看本机，罗邦西，对，罗邦西看本机。哦，那个我们平常不会讲的这些俚语。56岁的她，脸蛋身材都保持得很好。她曾经尝试过微整形，但后来发现天然的雄厚。现在她就是靠多运动保持最佳状态。昔日花旦重出荧光幕，依旧亮眼。记者黄英文、孙培俊、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